回去，！干嘛呀？这伤员正等着救命呢，分头找啊！是。帮个忙！你还活着？当然了，大活人，蒙古连的鲁直。愣着干嘛？新兵啊，连蒙古连都没听过。把他弄下去！哎，你受伤了，担架！不用叫喊担架，俺还得找队友去。不行不行，你必须跟我走，担架！啊！俺说你不像个爷们儿。哎，你们首长是谁？部队不许留长头，你不知道？我新当兵不久，头发还没来得及剪呢，你得跟我走。你受伤了，你哪儿也不许去。姐，你是我救下来的，你不能走，担架。动手啊，得找队伍去。快点，快！他受伤了。快，走。俺是蒙古连的鲁直。我总算救下来一个了。团长。肖队长，您找我啊！来，你过来。蒙古连的连长鲁直在不在你们野战医院？是的，团长。真的？嗯。太好了，他还活着。他伤得怎么样？啊，胳膊上弹片创伤，不严重。那就好。对了，楚队长，有件事儿，我先给你打个招呼。你要帮我保守一个秘密。好，鲁直的猛虎连没了。什么？猛虎连，全连的战士都牺牲了。猛虎连的同志都是。啊，原来我以为鲁直他也。猛虎连可是鲁直的命啊。现在，纵队马上要大转移。我想，孟虎连的事儿，还是暂时先不要告诉他。卢连长，好了，这是胳膊，伤的也不重，当心别感染了啊。
俺知道，赶紧给俺开出院证明，俺得回队伍上。你说你们这个同志，非把俺弄到这儿来，整的现在俺都不知道俺蒙古人在啥位置上。对不起啊，陆连长。陆连长，别生气，歪哥同志啊是个新战士，第一次上火线啊就救下一个蒙古来的连长啊。你快拉倒吧，就这水平啊，俺这是轻伤，生拉硬拽把俺弄到这儿来，啥意思？你玩这指标呢你？ 连长，别生气，啊，你给女同志，别给你同学们介绍啊。宋军医，同志，哎，团长，没事，俺开完出院证明，马上就找队伍。哎，对了，俺蒙古连在啥位置上呢？你先坐下。是这样，大部队已经开始转移了。 我特地来看看你，你说老鲁啊老鲁，你的命可够大的呀你！这次打通蒙古岭意义重大，我们七纵、九纵、十一纵三个被敌人包围的纵队有了突破口，一举死棋就这么给盘活了。你们蒙古连功不可没呀，团长。 你怎么没走啊？我跟你一起走啊！你跟我走干嘛？我不跟大部队走，不跟大部队。哎呀，我是要把这些伤员转移到西地镇，跟九纵队的会合，再把他们带到饶平。你说，现在大部队都走远了，怎么办？我光顾着守护鲁连长来着。算了算了，这黑灯瞎火的，肯定赶不上大部队了。再说还有敌人的合围，要我说，就让他跟着咱一起去西地镇吧。对对对对对，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吧。还愣着干嘛？ 收拾东西啊！好，来来来，就这伤员帮我转移走。队长，这鲁连长也不是重伤员呢，为啥也跟咱们一起？是重伤员。他是，可是刚才你让我给他打的是镇静剂，他胳膊的伤并不重啊。他伤得很重。伤得很重。啊，同志们！ 抓紧时间把伤员都转移走。来，小心啊！小心，后边快点！来，躺下吧。来，休息啊。
上的伤，也比我没伤啊。哎呀，哎呦，你醒了？哦，前面啊就是西地镇了，这几个都是重伤员，我们要赶到镇上和九纵队的小分队会合，然后一起赶往姚平。楚队长已经去跟他们接头去了。哎，大部队呢？俺们五连呢？大部队啊都已经撤退了，同志们都是飞毛腿，一眨眼的功夫就都不见了。哎哎，鲁连长，你慢着点儿。啊，给你打的是镇静剂，药量可能有点大了。啥？镇静剂？不，哎哎，鲁连长，部队都已经转移走了，你上哪儿找他们去啊？我自有办法。哎哎，鲁连长，队长说你受了重伤，你是重伤员，他是医生，肯定没错的。你身上说不定还有内伤呢。哎，我像有内伤那样吗？啊！哎，鲁连长，你上哪儿去啊？你松手！哎哎哎哎！哎，你不许走！哎，都看着呢，你松手！鲁智，鲁智，你给我站住！俺去找队伍，你回来！你再走，我开枪了！楚队长，你这整天摆弄听诊器的手，碰过枪吗？啊？我是不会开枪，可我有权利阻止你离开。你说啥？阻止我离开？俺现在去找大部队。没有时间跟你们在这耽误，鲁智。哎，鲁连长，部队已经走远了，你一个人，况且身上还有伤，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你？这叫伤吗？这叫伤吗？肖团长有命令，不让你走。俺现在就是去找肖团长，有什么话我当面跟他解释。用不着你操这个心。哎，鲁队长，你说他身上有重伤，到底伤在哪儿啊？要不然咱追他回来。心。心。鲁直的猛虎连没了。什么？猛虎连没了？楚队长，你们赶紧安排伤员吧，我们还得赶回区小队，群众们转移还等着我们呢。别呀，你们走了，剩我们两个怎么办的？剩我们两个？你刚才没和九纵队的小分队会合上？没有，接头点没人。黎明同志，送我们到这儿就行了，你们赶紧回去吧。好，好，那我们先走了。谢谢。好，谢谢啊，保重。兄弟们，咱们走。走。哎，队长，他们这就回去了。
他们还得回去转移老乡呢。那咱们呢？咱们到了这儿啊，就不怕了。先前说好的，如果在村前的小石桥看不到咱们，他们就到这个山神庙来找咱们。有人？什么人？你们是从蘑菇村过来的吗？我们是从蘑菇村过来的。快，出来，出来！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九纵的，我叫窦小豆。我们是七纵的，同志。你好。这些是你们的伤员呐？是。啊，他不是，他是孕妇。孕妇啊，三个多月，哎呦，看着不像啊。哎，同志，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到镇上来了，这事你们知道吗？敌人到镇上来了啊，我们不知道。哎，你们九纵的小分队呢？小分队，这就是小分队啊。啊？伤员小分队啊？不是说是战斗小分队吗？哦。原来呀，是说留个战斗小分队，可是我们九纵的战斗力量实在是太紧张了，根本就留不下战斗小分队，这不一直指望着你们带的人吗？我受伤之前是古团长的警卫员，跟着团长的时候多少学了一些组织上的工作，这不敌人一到镇上来之后，我就主动带这些伤员从原来的接头地点小石桥到这山神庙来等你们了。全都弄错了，我们一直以为你们带的是战斗小分队，就没带几个人来，刚才来了几个民兵还走了。别说了，趁着民兵同志还没走远，我去追他们吧。带到安全的地方，这还这么多伤员，你可不能走。不能再耽搁了，我们得赶快转移。豆儿，来，帮把手啊！来，队长，我能行，我自己走。别哭。哎，松手！我害怕。松手！你别甩下我呀！一会儿，抓紧了那后衣襟儿，无论转到什么角度，都藏在身后。交上火吧，八成是白哥找到民兵了，咱们快点。好，来，快点，快点，跟上，来，后面追上啊，快点。慢点，慢点，停。
明，快点，后边，快点，趁着明明替咱们挡着，咱们得快点走，快点。哎，楚队长，楚队长，大队，前头啥情况？再往前走没多远，就是悬崖了，没路了，根本就没有。并且悬崖旁边的那个石头特别的松，我刚才差一点掉下去了。这可怎么办啊？别急，所有人跟我走，往回走，往回走。哎，走，走走走走，往回走，快快快，慢点啊。回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刚出去不久就跟敌人大部队遭遇了，结果被冲散了，我们听见枪声立马赶了过来，正好碰见鲁连长跟敌人交火。鲁连长，你回来真是太好了，你看这么多的伤员，咱们得想个稳妥的法子。没啥法子不法子，就俩字儿，突围。那也得有个方案。什么方案不方案的，听俺命令，你呀带着同志们往山神庙后山的方向撤退，俺们给你们断后。不行，我们刚才没时间了，执行命令。你们几个，跟我来。你们四个，两人一组，俺单挑，一共三组，从左、中、右三个方向，给他们断后。好，走。队长，所有人听我命令，跟我走。兄弟，快，后边的跟上，跟上，走，跟上啊！队长，这样不行，声音太大容易暴露，把缴获的枪先藏起来。是，快！姓楚的，你到地上干啥？老子让你往后山撤，你把同志们带到镇子上来了。你知不知道，敌人大部队就在镇子上？你没脑子吗？那也不能往后山撤。你看看，你看看，啊，他们都是伤员，不是战斗员。小邓已经到后山那边去看了，那是悬崖。大家本来行动就迟缓，敌人要是赶上来，只能成为活靶子。对，我知道镇里头有敌人，可你没听说过吗？灯下黑。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灯下黑？啥灯下黑？俺就知道，你这是自投罗网。那也不能往后山撤。俺不管，听俺的命令，马上带着队伍往后山撤。陆连长、楚队长，敌人从后面也围上来了。左边站住！不许暴露！不许暴露！那你说咋办？现在天快亮了，敌人又追上来了。
们赶快找一个大户人家隐蔽起来。陆连长，信我一次。走，带着伤员跟我走，快走，快，走，走，快，快，快。军呐，我们家可是好人家啊！抗战的时候，我给八路军捐过粮食和银元呐。我们家抗战时候有牺牲的，八路军开过追悼会呢，还呀。大爷，没事啊，别怕。你干嘛动不动拿枪就指着别人啊？你们俩谁是大首长啊？谁官大？我听谁的？啊，他官比我大，他是连长。那谁说对我听谁的？少啰嗦！俺问你一句你就答一句，听到没有？听了，听是。俺问你，你这宅院有多少人？老老少少二三十口子。有几个出口？大小三个出口啊。俺告诉你，俺们这队伍要在这住一阵，你爱告密就告密，爱报信就报信。俺都不管，但俺告诉你，只要俺们少了一个人，俺就杀你们家两口。先从你这个姨太太下手，听着没有？对，听着。你们住多长时间了？住到能走为止啊。不是，这国军来怎么办呢？那是你的事儿了。这国军不来咋都好，这国军一来，你说少哼唧唧的，自己想办法。是。什么？西堤镇还有共军？不是他娘的当兔子早跑没影子了吗？可是昨天夜里咱们一个巡逻队十个弟兄全被打死了，枪都不见着，共军人数不多，应该还在镇子上。那就赶快搜，挨家挨户的仔细搜，正好从他们嘴里挖出共军主力逃跑的去向。是，进，走，进，快点，快点。岗哨给你安排好了，俺最多单到天黑。什么？你可不能走啊！你走了，剩我们几个怎么办呢？你们跟武装小分队取得联系，由他们保护你们。九纵留下来的不是战斗小分队，他们还以为我会带兵过来接应伤员，我恰好没要到兵。你说现在咱们已经陷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了。啥？你不说灯下黑吗？你不说越危险地方越安全吗？你不行，我们再突围，晚了。战场上的机会，永远只有一次。你没事吧？没事，快坐下。我去给你倒杯水吧。不用，
没事儿，坐下吧。没把你吓着吧？都是这孩子闹的，像他爸。你叫什么名字？白鸽。是护士？嗯，才参军3个月零12天。是新兵啊。我叫贺秋收，原名叫秋妹，这名字啊是俺男人给俺改的。改的真好，贺秋收很有意境呢。你男人是知识分子？什么知识分子，大字不识一个。他叫郝喜贵，是个团长。你以后就叫我秋嫂吧，在队伍里啊大家都这么叫我，秋嫂。哎，哎呀，长得真漂亮。哎，你看，除了这把枪，还有这双鞋，你喜欢什么随便拿。这枪呢，是部队上配发的。这双鞋，就是个念想，咱行军打仗的，没法穿。没法穿，你还带着它干嘛呀？这是俺男人送俺的。你男人送你这些干嘛呀？这个是胭脂吧？还有这个，口红，你还擦口红呢？其实这些东西，我从来都没用过。每次打完仗，清理缴获，这些东西不算战利品，所以不用上交。他每次啊，就给我带一样回来，不在别的，在他那份心。你男人对你真好。哟，这就想他啦？你们才分开不久吧？他牺牲了，就在上回杨马坪战役。郝喜贵郝团长，俺的男人牺牲了。秋嫂，没事儿，没事儿。俺怀了他的娃，他的娃。我要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好好的把孩子养大。别哭了，乐。还真如楚队长所说，越危险的地方就是越安全的地方。敌人在镇子里四处搜查，就是没来这个大财主家。哎，我可听说这大财主很有背景的。真的？哎，听说他还有好多姨太太呢。忍着点啊。俺跟你说啊，只要天一黑，俺马上就得走。啥？看啥呀？俺都把这给你安顿好了。那个大财主不敢去报信儿，他可舍不得他那姨太太，还有这一大家子人。那你也不能这样啊！啊，你这不是威胁恐吓吗？要不说你们这帮人呢，俺是故意吓唬他。像他这种贪生怕死的人，一吓唬准听话。他现在跟咱们一样，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这个比方不恰当，反正你明白我意思是吧？他现在
得替咱们着想，得防着敌人，得替咱想办法。你这是故意的啊？你故意的，你也不能这样啊！啊，天天拿枪指着别人，还指着我，你。陆连长，你可不能走啊！啊，你伤口已经感染了。你少给我来这套啊！已经感染了，你看，很严重。俺知道你心里这小九九。实话跟你说，俺去找队伍，是汇报情况，然后带着俺猛虎连回来救你们，可不是俺想自己一个人逃跑。我知道你不是想自己跑，咱们天黑了可以派个民兵出去找队伍吗？你真不能走？为啥呀？都已经感染了，你怎么走？就算是感染，俺回队伍上一样可以处理。那你也不能走。你，你，俺现在就走。不行，你没治好，不能走。你疯了！姓楚的，俺早就发现了，你，还有你这个新兵护士，整天神神叨叨的，不让俺回猛虎连，你他娘拿的什么心？猛虎连已经没了。说啥？你再跟俺说一遍。老子命令你收回刚才说的话！陆连长。连的弟兄是没了，可这些伤员，可这些伤员还在指着你啊！猛虎连的兄弟的在天之灵还在看着你呢。严重吗？严重。好的结果是截肢，坏的结果是丧命。什么？我得到镇上搞药去。可是，镇子上都是敌人呢。那也得去。白哥，我要是回不来了，伤员可全都交给你了。只要控制好金大财东，就还有机会。赶紧清醒清醒吧！你可是我们这些伤员的主心骨。听白哥说，你要到城里去弄药。嗯。呀，太危险了。危险也得去啊！你不是呕吐吗？顺便给你弄点药回来。嗨，我这呕吐没事儿，我能撑过去。要是有可能。你就给伤员弄点药就行了啊！啊，啊，行。好了，秋嫂，起来吧。好了。好了。
怎么样？一定是个男孩吧？特调皮。九嫂，你想听实话吗？咋的？是个女孩啊？哎呀，是个女孩。女孩也行，女孩也行。俗话说得好，女孩是妈的小棉袄，女孩也行。秋嫂，你没怀孕。你说什么？我说你没怀孕，是假孕。怎么可能没怀孕？我呕吐这么厉害，而且我已经三个月没来内射，我怎么可能没怀孕？假孕，真的是假孕，秋嫂，你可能啊是太想要孩子了，所以就得了那个臆想综合症，啊，全身的机能都配合你，什么，月经不来了，什么人身反应，呕吐等等等等，看起来就和真怀孕一样。没怀孕。不过这样倒好，你想啊，这行军路上又跑又跳的，你这样反倒轻松了。对了，秋嫂。我刚才啊，给你好好检查了一下，你身体没问题，下次见到你爱人的时候，肯定能怀上。陆连长，等着我，一定等着。队长，能不能换一个人去啊？谁也不行，他们都是伤员，身上都有枪伤，谁能出得了这个院门啊？可是，现在伤员队就指望着你呢。白哥，没有别的办法了。必须弄回来救命的药。好在啊，西堤镇是个大镇，缉拿财东说，到了镇上肯定能带回来药。千万小心呐，大家都指望着你呢。放心吧。哎，对了，本来我打算给秋嫂也带些药的，刚才给她检查了。她是假孕，什么？假孕？有什么事情啊？还可以让她搭把手，她是个正常人。陆队长，不是，快走吧。不是，是。在等着我呢吗？秋嫂，你别过来，你别过来！我不过去，往前走一步，马上打死自己！好，我不过去啊！你先把枪放下好不好？你知道我没有怀上喜贵的孩子，没怀上，不会的。不会的，一定是队长他搞错了，是他搞错了，搞错了。
搞错了，他是医生，他怎么可能搞错了？这样，秋嫂，你先把枪放下来，你先把枪放下来，我等队长回来，我再让他好好给你检查一次，好不好？啊？不必了，不必了，没怀上就是没怀上，再检查也检查不出孩子。喜贵儿，他从前线带下来的时候，肠子都流到了外头，他看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在他耳边，我跟他说：“喜贵儿啊，我怀了你的娃，我会好好的把他生下，好好的把他养大。每年清明节的时候，我带他去你坟上啊，给你磕头。”你就放心的走吧。他走的时候，脸上都挂着笑。他连下葬的时候我都没哭一声，因为我怀着他的娃，你知道吗？我就没哭。喜贵儿，我来了。你认识何秋生？郝团长在看着你。团长，郝喜贵在看着女战士何秋生。扳机一扣，你走了。可枪声一响，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伤员该怎么办？敌人就在这镇子上，就在这大员们。有没有想过啊？团长郝喜贵儿命令女战士贺秋收好好的活着，擦胭脂，涂口红，穿红色的高跟鞋。团长他笑了，是因为女战士贺秋收还活着，还好好的活着。哎呦！陈老板，您正忙。金大财主，你好，你好。哎，这位是李老板，本店陈老板。陈老板，感谢光顾小号，感谢，感谢。我要的可是西药。盘尼西林、纱布绷带、缝合针和线，你看看这儿。李老板，里边请。出鬼子占领咱们镇的时候啊，这些救命的药啊，就是从这里边运出的。大多数是创伤药，
是抗战时期储备的，当时是由咱们金大财东牵头，联合了镇里的一些财主共同出资购买的，由我负责保管的。抗战的时候用了不少，救了好多人呐。当初的想法是啊，这世道兵荒马乱的，这个医药啊一定很稀缺，想发一笔大财。没想到这抗战的队伍伤得太重了，我们这发财的想法就丢掉了，这药啊都是免费拿出去的，差点把命都搭上啊。鬼子查得可严呐。好，您挑吧，金大财中带来的人那肯定是信得过的。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这些药可都是救命的药啊。我活这么大岁数，今天是活明白了，救人也是救己呀。楚队长，这一针打下去，鲁连长是不是明天早上就能好了？没那么快，但是很快呀就会脱离危险了。哎呀，好呀，好呀，好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同志们，你们看，楚队长带回这么多药来，这回咱们的伤病都能治好了。是啊，把我这个腿给治一治，肯定没问题，是不是楚队长？看看，哎，小心点啊，别碰到地上了。白哥，嗯，队长，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现在啊，什么都挺得住。哟，你长本事了？你还记得当初招你的时候？有人不同意，说你这么个小姑娘能干什么呀？也许还会连累我们大家。我记得。可是后来，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招你吗？因为我看到你内心里的一股倔劲儿。队长，我心里一直都特别感激你，我最害怕的就是让你失望了。事实证明你没有让我失望，你成长了。今天你不光救了秋嫂，也救了我们大家。开门！东子，不好，国军来了！国军来了！开门！开门！快快快！快点！哎呀！楚队长，不好了，敌人来了！有多少人？还不清楚，你们战斗吧，不要暴露，找地方隐蔽，都隐蔽起来！秋嫂、白哥，你们快到上方隐蔽一下，敌人来了！快！枪，别按枪，不行！楚连长，楚连长，楚连长，小姐，咱们人都是伤员，千万不能暴露。哎，这个，长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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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家冯，管家冯，对呀，你们家这房子挺大呀，承蒙台。承蒙台，走吧，看看房间。长官，长官，是家眷老小尚未起床梳洗，多有不便，多有不便啊。呀，这财主家的人真是享福啊，日到三竿子了还都在睡觉。这农闲季节，清闲些，清闲些，把家眷都给我喊起来，我们要耗房了。哎，长官，长官。陆连长，陆连长，陆连长，老叔，白哥，
你们带着伤员，赶紧撤，俺来顶一阵。刘连长，现在还不是最后关头，再等一等，再等等，像个稳妥的法子啊！来不及了，刘连长。司令马上就要过来了，我看你家宅院做我们司令部最合适。嗯，长官，看你军阶是个上校副官嘛，兵卯和国军关系一向良好，抗战时期逢年过节百十里地驻军，猪牛羊肉都是由兵卯奉送，为此还获过军事委员会的表彰状。敬佩，敬佩。那抗战你们都能出力，现如今是戡乱剿共，你是不是也应该责无旁贷呀？那是那是啊。现如今我大侄儿就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任职，好像是个少将处长吧，他叫金感新。我家大侄特别孝顺，非常惦记家里边。经常来信询问家里是否受到骚扰。哎呀，不只是长官归属，多有冒犯，多有冒犯，多冒犯。不敢，不敢。既然是自己人，那你的宅院做我们兵团司令部就更妥当了。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这司令部就是你家宅院。这。既然是长官家的宅院，我看我们也就特别的优待，你们自己腾吧。长官家属的房子不用勘察，直接搬过来就是。我们先撤。这长官呀，这使不得呀，长官。赶快准备腾房吧，啊！最多我给你一天时间，在兵团司令到达之前，我的兵就得先进来布置。哎，长官呐，这不行啊！长官呐，长官你。啥情况？敌人走了。走了。不过。他们说把院子耗下了，要当做他们司令部，一天之后就搬过来。我们只有一天时间，时间紧迫，大家赶快想想怎么办。没办法，一天，就给一天时间。上房，他们在研究突围的事儿。哎，秋嫂，你说咱们到底能不能突围出去啊？拼了，能出一个是一个。白哥，你还年轻，明天的突围的时候你听我的，我让你跑你就使劲跑，千万别回头，你就记住了，千万别回头。要我说，就跟他们拼了！对，就跟他们拼了！同志，同志，我们不能冲动。你看，我们一共就这么几个人，我们怎么跟人家拼了？时间来不及了，一天之后他们就搬过来了。对，是。可我们床上还躺着两个重伤的冤魂，对，我们上山的。同志，我们那天是不是去了？我们是不是上山了？要我上那边全是悬崖，过不去。在这里也是白白送死啊！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可是我们要考虑一个既安全的方法，我们再上山，上山也不行。楚队长，你拿个主意。楚队长。楚队长，来放车，放车，放车，放！哎，好了，来，放底下，放底下，哎，快点，快点，快点啊！哎，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哎，方丈，方丈，你这箱子往这边往前，往前，哎，快点啊！老财东，哎，您这是要办喜事儿啊？哎呀，这年头还办什么喜事儿啊？他们不是要占房子吗？我们这不是抓紧给腾的吗？快点，快点，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您要嫁闺女呢。哎呀，这可不是我老闺女嫁妆咋的？不过这兵荒马乱的，老闺女去南京躲着去了。这喜事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办呢。快点，大爷，请你再帮我们最后一个忙。忙？我们一定得想一个安全的办法，再出去。要我说，要我说，上山吧。老楚，听俺意思，天黑之后，带着伤员们赶快撤。俺们五个吸引敌人注意，会尽可能给你们多争取时间。走，队长，队长，你们不能去，你们去就是送死的。队长，别走了，队长已经下令了。白哥，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这是白哥出的主意，假扮成新娘。这个嫁妆呢是我们家的，我无偿奉送。你们呢，就假扮成接亲的队伍，咱马上离开。太好了，白哥。这是300块大洋。路上无论碰到什么人出来，都别跟人家计较。咱们好歹能顺利通过，就是大吉。哎，这使不得。哎呀，啥话别说了，你们也是冒险呐。你们走了，说一句实在的，对我全家老小，也是一个关照。俺们的政策，你属于开明绅士。等革命胜利了，这钱俺们一定还。啥话别说，啥话别说。人这一辈子，赚钱、攒钱，到头来才明白，啥也没有人珍贵，还是人珍贵呀。哎，这些年兵荒马乱的，我看到死的人太多了，心寒呐。我们家族也有很多晚辈在外边闯世界，我们在家的人，也希望看到他们在危难的时候，能有好心人拉一把，帮一把。走，老婆，谢谢。哎呀，谢啥呀谢！我送你们到村外十里亭，啊，起轿。又见面，幸会，幸会。是你家办喜事啊？恭喜呀，老财东。通喜，通喜。我们接报，有一小股共军还在镇子里活动，我得查查。长官，
哎，长官，新媳妇儿怕见生人，咱这是迎亲呢。咱们这儿可是迎亲呢。长官，我们这儿可是迎亲呢。咱这地方结婚呢，最讲究吉庆加时了。您看这路还远着呢，可不敢耽误时辰啊。这位是我大哥，一见到长官就害怕，犯傻呢。拿出来呀。好，长官们辛苦了。你看，这就当喝杯喜酒嘛。没想到你这个新娘子这么成事，有些姑娘要出嫁呀，早哭个稀里哗啦了。不是你家闺女？她是我叔，我是她侄女。我父母啊，早就已经不在了，巴不得自己早点嫁出去，免得拖累我叔一家。您说是不是？长官，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得了。您要啥啥共军，我们这儿绝对没有，您就放一千个心吧。您看，这路还远着呢，要不然我们就上路了。好，能干，会说，看在你这新娘子的份上，放行。起轿。这地儿安全吧？咋的？不是你跟我说灯下黑吗？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何况这地方一点都不危险。怎么不危险啊？这地方敌人肯定来过，所以他们就不会再来了。这村子都空了，村民都跑光了，他们还来干啥？人都受不了，何况是一帮伤员，就在这宿营。行，哎，鲁连长，这些天我总跟你抬杠，你别记恨我。其实我一直把你当咱们这个伤员队的主心骨。已经像个老兵了，离老兵还差远了呢。不差，今天要不是你啊，我们就不能够从西堤镇安全的撤出来。对了，白哥，明天拂晓的时候，你跟秋嫂化了妆，悄悄离队。你的意思是，姚平去不成了？
可是，咱不是往姚平撤退吗？凶多吉少，敌人的合围太猛烈，你们两个赶快走。不行，我不走。陆连长已经在跟秋嫂谈了，秋嫂也不会同意的。白鸽。白鸽，陆连长，我不同意，秋嫂，你也不会同意的，对不对？白鸽，这是你今天穿的新娘装，盖头我已经放里面了，你今天真的很漂亮。秋嫂，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们都是老战士了，你还年轻，所以我跟陆连长商量，让你一个人先走。我一个人走？不行，我不同意。我相信自己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战士了，要走大家一起走，我不会一个人走的。我要和大家，和伤员们在一起。老台东，我们兵团司令明天一早就到，多有叨扰啊。这是为党国效力吧？应该的，应该的。报告长官，从屋里搜出来的纱布，带血的纱布。你说，带血的纱布怎么回事？你说，你说呀！把老财东给我抓起来，立刻集合队伍，给我追那对洋亲子。是，你们不得屋里，我这人在国防部。你们不得屋里，我这人在国防部。小丽，
娘娘，下面有间空房子，看着像是猎人留下来的。把伤员都抬进去，避避风。是，走。小豆，哎，你负责警戒，我给大家找点吃的。好，好吧。七纵队的楚天云，你是谁？总连长，是你，太好了！总连长，我终于找到你们了，太好了！这是，我是肖团长的警卫员小刘。啊，小刘啊！啊，你咋来了？哎，楚队长呢？楚队长，楚队长牺牲了。啊！我来晚了。从西地镇撤出这两个民兵，到纵队报告，肖团长马上发报给九纵队，得知你们阴差阳错的走丢了，团长马上派侦察连去寻找，后来还是自责的不行，派我来找寻你们，我正好到这边。听到了枪声，赶了过来。在山口，我看见敌人把山封了。后来我买通了一个士兵，然后我才知道你们在林子里。快跟我走吧，我知道一条小路，可以通往大部队的驻地。太好了，那你赶紧带我们走，走吧，来哥，从这边走。你这个笨蛋，自作聪明，把敌人都引来了。什么？敌人会顺着你来时的路，找到我们的。不是，连长，那现在怎么办？连长，要不我再给他们引开。回来，小豆，到，你协助白哥带着队伍跟小刘走，因为他知道大部队的方向。我去引开敌人。连长，连长，你不能走。白哥同志，对不起，我作为战斗员，我没能保护住楚天云同志，没能带大家安全转移，请大家原谅。卢连长，你是伤员队的主心骨，大家不能没有你，赶紧带着大家转移吧。白哥。白哥，都别过来！白哥，我相信自己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战士了。白哥，白哥，白哥，白哥！解放战争以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国民党军的溃败而告结束。每一场战争都会有一些美好的生命失去，
我们爱他们。